主席，即我唔會糾纏王國興一啲無知同埋一啲扭曲事實嘅評論，但係以正視聽咧，一定要糾正佢上個禮拜對我哋提出呢一個嘅修訂動議，同埋上個禮拜發言議員嗰啲嘅即係與事實不符嘅評論啊。咁佢嗰個評論唔係淨係評論梁國雄嘅。佢係針對我同阿萬必嘅發言咧，都係作咗一啲誣衊同埋與事實不符嘅評論。嗱，第一就上個禮拜我個評論咧，我個發言係冇重複嘅，同埋我個發言全部係針對幾個嘅即係冇修訂嘅財政項目部門嘅表現或者我哋嘅憂慮，亦都指出某啲部門嘅增幅嘅偏低，特別。有啲部門嘅增幅係 0.5 咧，同兩個司級司局長嘅辦事處嘅增幅18%咧，相對地係肥上瘦下。嗱，呢啲評論喺我上個禮拜嘅發言裏面咧係有記錄嘅，所以王國興嘅指責再一次嘅證明咧，佢係第一完全冇聽到當日我哋嘅評論啦。而亦都佢嗰個嘅抹黑打壓啊，呢啲咁嘅卑鄙嘅手段咧，係必須要加以譴責。嗱，主席，我係想講翻咧，即係叫教育一啲嘅議員，當佢哋唔明唔知嘅時候咧，就要學習。好多議員啊，特別類似王國興議員呢一類，即係呢啲思維咧，就覺得我哋喺度講嘢咧，就係浪費呢個嘅公帑啊，幫唔到啲老人家，幫唔到啲貧窮人士。如果佢哋有睇立法會研究部所做嘅即係財政預算案嘅研究咧，佢哋清楚睇到過去嗰十幾年咧，特別自從曾俊華做咗財政司之後，每年通過嘅財政預算案咧，係令到香港嘅基層人士同埋貧窮人士嘅苦楚係進一步加劇啊！特別貧富懸殊加劇、房屋問題惡化等等咁呢方面嘅問題，其實可以透過一個合理嘅財政預算案啊嘅設計同埋呢個公共財政嘅分配再分配咧，係令到市民嘅生活可以有所改善。但係財政預算案係冇能夠做到呢一點，至令到每年嘅問題咧係不斷惡化。嗱，主席，我係想指出，即係喺呢十幾個嘅冇經修訂嘅政府有關嘅部門同埋局嗰個嘅撥款方面嘅問題咧。就上次我講咗幾個啦，我今日係想指出咧呢個嘅工業貿易署嘅問題。喺綱領三嗰度咧，喺呢個工業貿易署呢個嘅總項181嗰度咧，就綱領三咧就講明係支援中小企業及工業中嘅。在2014-15年呢，他們就說會密切注意下列的項目，包括繼續密切監察全球和本港經濟環境及任何環境變化對香港企業的影響，跟著另外有幾項，我不這個的即是讀出來，因為大家明顯是可以看到的。我只是想指出呢，主席，香港工業的萎縮呢是一個不爭的事實，而工業署呢多年嚟嘅工作咧，明顯係失職，係令到呢個嘅工業嘅發展咧喺香港係不斷萎縮嘅。嗱，我哋睇翻工業署其中一個自定咗係一個重要嘅工作咧，就係呢個嘅管理中小企業信貸保證計劃。嗱，如果我哋睇翻呢啲數字咧，主席，中小企業信貸保證計劃咧，受惠嘅企業咧，喺2014年預計咧，係只係有呢個嘅1070間中小企受惠。如果同2011年比較咧，2011年係有1500間嘅，即係話，即係今年所得嘅有關嘅信貸保證計劃受惠嘅企業嘅數字咧，係減少咗400間啊，主席。嗱，呢一啲嘅問題其實係反映呢個嘅工業貿易處喺協助中小企方面咧，即係我自己覺得係明顯出現問題。而呢啲問題嘅出現係涉及到呢個部門嘅
當然局都有必然的關係啦。那個部門的表現和個工作的實質呢是未達這個的理想，而之而令到即是這方面的數字呢是這個的不斷萎縮。而這個萎縮呢，主席，是對整體香港社會，對這個的市民，特別對很多中小企這裡很多的政黨團體發言的時候呢，都成日是這個的說支持這個中小企的發展。但是我們看回一些數字，和看回即是某關部門，特別是工業貿易處的表現的失職，而令到香港中小企不斷萎縮這個的情況，香港即是市民在這方面的就業的數字也都是這個的不斷的萎縮呢，這個問題呢是這個的值得這個的關注。而我們看回這個的數字呢，中小企發展支援基金這方面呢，在2014年呢預計只是有40間這個中小企受惠，這個是另一個的即是這個另一個基金，這個是支援基金，是預計只是有40間中小企會受惠，而個金額呢只是涉及這個的2400萬。如果我們看回另一個的基金呢，這個中小企市場推廣基金即是有時不仔細看啲資料呢，都不知道香港在這方面呢就即係做好多嘅工作，但係實際嘅成效呢係令人感到質疑嘅。你個中小企市場推廣基金呢，喺2014年預計有3100間中小企受惠，涉嫌嘅金額係2.8億。但你睇返個平均數字呢，主席，每一間中小平均呢，如果你用翻3000多間計算呢，每年只係大約9萬，每間只得9萬元嘅資助。我哋睇翻盛事基金嘅比較呢，好誇張㗎喎。哇，一個龍獅我哋陳鑑林，偉大嘅陳鑑林議員，一個龍獅表演已經數以100萬啦，嗰個嘅動員。喂，你睇返我哋啲中小企同我哋即係呢啲權貴議員搞啲所謂嘅盛事嘅比較，我哋嘅香港嘅工業地位去咗邊呢？即是議員要威耀這個攞彩，政府就資助數以百萬，又不見王國興批評這方面這樣的浪費公帑。但是我們賴以為生，香港70、80年代很多小市民是靠這個中小企的發展而這個的謀求這個生計，或者是呢建立他的家庭和這個的為下一代的生活呢，是這個即是公書教學等等呢，都是靠很多中小企，我自己屋企都是一樣。咁但是你睇到這個個萎縮，同埋睇到政府政策的偏頗呢，是令人感到這個的憤怒同埋這個的不滿。咁所以即是你家現時，我唔知道個數字啱唔啱啦，現時香港中小企仍然有30多萬間啦，係咪？咁但是喺呢方面嘅支援同埋嘅發展嘅萎縮呢，是必須加以這個的正視。所以希望透過即是這一次，雖然我們即是沒有權去增加這個的工業貿易處這方面的開支呢，但是從這一方面的數字顯示呢，即是希望工業貿易處呢能夠痛定思痛為了這個的工業的發展呢，是應該要發奮圖強呢，是協助這個工業方面呢是有所這個的增長。因為我們看回那個工業佔這個國民生產總值的百分比不斷這個的下滑呢，是令人感到這個的震驚的。是不是最近那個下跌的數字呢，是只是跌到 1.6%, 跟早兩年的 1.8% 又跌了一點，再跟早即是10多20年前高峰期都20多%的比較呢，即是令人感到痛心。主席，剛才有議員提到這個的選舉事務處即是方面的開支呢，我只是想即是指出一點呢，就是因為上一次五區公投的時候呢，有不少的年輕人向我投訴呢，就是說他們即是基於那個時間的局限呢，是不能夠登記做這個的選民。咁這個當然跟這個的選舉事務處預計嗰個開支有關咧，因為每一次個選民登記運動咧，即係選舉事務處咧都要
有呢個嘅財政嘅預算咧去進行。當然頭先阿梁國雄議員都指出咧，下年因為係呢個嘅區議會嘅選舉，咁所以即係佢就有預定呢個嘅選民登記運動嘅工作。咁但係即係都可以預告啦，其實已經我哋過去嗰幾個月來都不斷重複咧，即係唔排除喺嚟緊不久嘅將來咧，又有一次嘅五區公投嘅運動。咁如果政府喺呢一方面次次都冇預算喺特別即係突然選舉出現之前進行一次選民登記嘅運動咧，係令到呢一個嘅年青一代，特別即係不單年青一代啦，係嘛？即係好多個市民，我想特別係強調好多年青啱啱到年紀嗰啲咧，係會喪失一次嘅投票嘅機會。咁所以喺度咧都敦促呢個嘅選舉事務處喺呢一方面咧，要正視呢一個問題咧，就唔應該基於財政嘅壓力啊，或者預算嘅失衡咧，而令到部分嘅市民咧係失去佢嘅民主選舉嘅權利。